我想合掌什么意思还是要讲一下，这只手代表佛，代表智慧，这只手代表众生，猫啊狗啊鬼啊人啊轮回的受苦的，所以要把佛的智慧功德啊，我们要帮助受苦的众生，所以我们的虔诚一合掌就把佛菩萨的力量帮助受苦的众生，我们是这个连接点，所以一只手代表智慧，一只手代表慈悲，所以合掌很庄严很好看啊。然后我们一合掌也代表让佛的力量透过我们的慈悲心来帮助众生啊。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佛教的精髓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那当然包括在我想每个人追求宗教，不分天主、基督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印度教，我想只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不要痛苦，要快乐啊！一个人得癌症了怎么办？或是我们的家人死亡往生了怎么办？甚至一个女孩子感情碰到了挫折，家庭有障碍，或是一个男生做事业啊亏钱了怎么办？那个时候自己已经尽力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所以就要依靠的信仰，信仰当然信仰有这么多的信仰，特别各位到国外来天主基督教包括基督教，刚刚我们出去绕老半天看了很多不一样的教堂不一样的教派，所以但是要离开痛苦，除了信仰还不够，还要加上两个，你要讲智慧慈悲所以佛教就包含这三方面，除了有信仰它还要有智慧除了智慧还不够，智慧是帮助自己，还要帮助别人，帮助众生叫慈悲，这样只是说佛教的慈悲它不分的，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天主，我以前是基督教徒，我们天主基督教徒
的对象是人，就是人，以人为主。但是佛教，后来我成为一个佛教徒，哇，原来佛教范围更大，除了人，还包括动物，包括鬼道，包括地狱，凡是所有痛苦的生命，都是我们的对象，啊，所以那这个在佛教里面叫慈悲的意思。所以我早上有提了，什么叫慈悲？怎么样表达比较快呢？就是你对你儿子的那种爱，去爱所有生命，包括一只蚂蚁啊，一只流浪狗啊，一只龙虾，啊，你对你父母或对你子女的这种爱，就是你希望他快乐，这个叫慈；你希望他一点痛苦都没有，叫悲，所以叫慈悲。所以以对自己最爱的子女或父母的慈悲去对待所有的生命，那这个在佛教叫什么呢？你讲大慈大悲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培养的目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到这个学校来，大家一起来听闻讨论佛法，但是我们要想什么呢？愿学校所有的学生他们将来都有机会了解佛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活着，哪怕他读到十个博士，成为爱丁堡的市长也好，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也好，成为地球的皇帝也好，成为天上的上帝也好，基本上虽然他得到这个了，但是他目的还是会，他最后还是会苦。就像我现在给各位来，我给你100亿美金啊，这整个学校房子都送给你，都归在你名下，你只是有钱了，但是你还是会老，会病，会死，你还是有感情的问题，并不是你拥有了就可以就近解脱。所以佛教这个信仰除了帮助我们解决现世的问题，也解决来世的问题。那不但解决来世的问题，也要解决别人的问题。那为什么要解决别人的问题呢？各位你思考就知道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存在，没有国家。我们现在身上穿的鞋子可能是泰国的，穿的衣服可能是印度的，你想想看，有一个印度的贫穷老人在做一件衣服，他为了生活，然后呢，转，终于到你身上穿着。所以离开他们，我们没办法生存。那我们还在想，这个世界没有太阳，啊，没有树，没有水。我想各位移民到或是到英国，你会觉得哇，这边山啊水好像很漂亮，啊，房子盖的看起来很不错。所以各位你想想看，没有树，我们就没有氧气。树要我们给它二氧化碳，然后我们人要树给我们氧气，所以人不能离开树，树不能离开人。然后树的存在也不能离开太阳，也不能离开水，不能够离开土地。所以树的存在就要跟世界都依靠关系，人的存在也必须依靠其他的人，其他的生命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蚂蚁，全部人类也会死掉。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蜜蜂，那所有花草树木都不会开花结果，然后人也会死掉。所以各位你一想就知道说，哇，原来我的存在，你的存在，一束花的存在，一盏灯的存在，像这个灯没有空气它就灭掉了。你要点灯要给它火，要给它空气啊，然后这个燃料它可能是酥油，可能是什么油，所以这个灯就跟世界有关系。这个就是佛教要我们很重要的观念，叫空性。一般人讲空，上午我带小朋友念心经，故空中无色，空空空什么意思？空不是没有，空是没有单独存在的个体，只有互相依靠、互相关系的存在。所以这个就是佛教最重要的观念。所以这个世间没有一个永恒的主宰，什么意思？就像医院有院长，没有病人，你院长也没用啊！啊，虽然院长的头衔很大，他是医院院长，但是这个医院的组成要靠的医院、病人、医生、护士种种组合起来，你院长才有存在的必要，不然院长没有用。
那各位，如果你多去思考这个思想，你的思想就会放大，息息相关，互相帮助，互相依存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，因为这种思想，所以佛教就告诉我们，刚刚讲，再念一次来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破坏别人，就会破坏到自己。你把这个树砍掉了，你将来肺部可能会出问题，因为树代表空气环保，然后你就会伤害到你自己。你把这个水弄脏了，你把水弄脏了以后，你的血液器官会不好，你出生的地方水一定都脏脏的。所以简单的说，我们对世界所做的、对别人所做的、对其他生命所做的，这个力量、行为反作用力都会到你身上来，这叫互相影响。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思想，你都要注意。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长寿，有些人会短寿，因为长寿短寿不是注定好的，因为你活的时候杀了很多生命，那你会造成你短寿的因。你活的时候，你帮助了很多病人身体好起来，那注定你健康的原因。那这个就是佛教第一个要讲的，来念一下，大家念一下：相信因果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所以他要我们了解这个道理。基本上来讲叫道德吧，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，然后呢，他结果就不好。所以你喜欢有钱，那你不能去偷骗别人的钱，那你就不会被骗钱、亏钱、被倒钱。经济部你去帮助穷人，帮助需要被帮助，比如说学校要盖学校，我也要出100块、1000块，那你将来就，你儿子就是天生会读书的博士，你天生就会喜欢读书，因为你帮助这个学校，台湾有慈济医院。很多人捐钱说盖布施病床、病房，你布施让别人看病方便，那生生世世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你儿女身体健康，你自己健康。所以今天他们也带了很多经典要来送给别人，这些儿童漫画写了很好的道理，画了很多图像，你送给人家这个，让别人开智慧、了解道理，所以以后你就开智慧，你也了解道理，知道怎么样快乐，怎么会痛苦，不会去执着。所以刚刚有一位女菩萨供养一束花，供花有什么功德？脸长得漂亮，供白色的，就是容易消病苦，就像各位穿那个护士都穿白的；供红色的、粉红色的，人缘好；供深色的，父母健康；供黄色呢，发财。就不一样的花，不一样的结果。所以简单的，我们每个人要得到快乐，就来自于你对待别人的方法。早上讲了，行为反作用力。所以早上小朋友他们在表演，用他的身体表演跳舞给大家看。那以后这个小孩子他生生世世他身材好。你唱歌给人听，对方听得很舒服，以后你声音越来越好听，而且你耳根呢，到了老了很会分辨。有些人一听这个歌好不好听，他很会分得很清楚。到了70、80岁，耳根、耳朵还是很清楚，因为什么？他制造好听的声音给人家听。但是有时候各位在路上看到人家开那个跑车，轰，他一定要你听到那个轰，以后这个人就很糟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耳朵就会有障碍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大家要了解佛法，第一个要相信的是什么？再念一次来：相信因果，不害众生，常布施，那你就可以改变命运你现在眼睛很不舒服，你经常眼睛流眼泪啊，眼睛干啊，眼睛痛啊，那怎么办？那你就布施眼药水给别人，点灯给别人看，或是
人家要做什么好事，你负责去插花，弄得很漂亮，让别人眼睛看了，看那个事情很舒服。甚至各位，你教堂里面也可以点灯，他们在圣母玛利亚、在耶稣基督都有点灯嘛。我们在佛前也会点灯，那那个像前面有个小小佛像，点灯看起来就好看。那你生生世世眼睛就特别好看啊。所以佛经有说，人家点灯的时候，你布施灯的油，你的眼珠子会特别大。人家点灯的时候，为了要烧那个火，一定要有个灯芯。布施灯芯的人，生生世世双眼皮不用开刀啊。你布施灯座很大，你生生世世那个眼睛比老外还大，跟印度人一样。你生生世世布施好的香，这边今天有香要送给各位，鼻子漂亮，那你生生世世把黑暗的地方点灯亮起来，更有庄严。生生世世皮肤白，刚刚我们李志兄，老外现在想要把黑色的、白色的晒黑，中国人喜欢把黑色的弄白，这样啊。所以因为每个人制造的因果不一样，因不一样，结果不一样。所以各位现在手上有一瓶水，我们也要拿这瓶水来布施啊。经典说，你用，先听我讲一句话，你在这个世间布施百千万亿英镑黄金盖高速公路做功德，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一支香的力量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是无上的功德圆满了啊。所以我们每天喝水啊、吃饭呢、都会先供养佛菩萨，然后呢，供养完以后不能马上喝，也要观想供养给爸爸妈妈、祖先啊。然后那个时候还不喝，还会滴几滴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啊。啊，教堂旁边都有坟墓区啊，坟墓区代表人死了，人死了要么有些升天堂，有些做鬼，有些下地狱。但是升天堂、做鬼、下地狱、投胎做人，不是决定在佛，也不是决定在神，是决定在他自己的行为反作用力。就像一个人被监狱抓去关，关多久不是法官决定了，是他的行为严重就关久一点，他行为比较轻微，甚至就很快就出狱了。所以我想第一个要了解的是，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快乐痛苦决定自己做的。那这个世间最大的福田，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呢？有三个福田。来，先水拿出来，我们一起念。来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佛，消除恶业，六道清凉，恶鬼升天，水产离苦，众生消业，人类得福。嗡啊吽啊，那你可以滴一滴水出去哦，也布施了。嗡啊吽啊，然后呢，你这样做完以后啊，你就自己喝了。这个就是习惯的问题啊。你要喝一杯水，都经过佛的加持，也布施了，那你就创造了很多力量功德。刚刚有讲到水代表财，发财。如果你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，等于你念了100万遍的发财咒，等于你念了100万遍的消痛苦、消业障的咒啊。所以佛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我希望各位养成习惯，反正你每天都要喝水啊。像我每天都拿这个水，除了做供养，走到哪里，刚刚开车，窗户打开，一直布施啊，啊，这个水洒在那边，那个地方开车平安，学校吉祥，家里吉祥。这个水洒到哪里呢？那些孤魂野鬼啊，马上可以喝，喝了以后，他还可以升天。所以我想，一个人有了信仰，要有智慧，更要有慈悲。啊，这个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，叫三合一。再背一次：信仰、智慧、慈悲。好，像各位愿意来听课，或是看佛经，这个叫智慧。
那你把看到的道理怎么去帮助别人，那叫慈悲啊。所以等一下他们今天中午我们跟餐厅老板在聊天，哦，现在市场又卖海鲜要去送给餐厅杀了，我们李志雄赶快赶快买来买来，我们今天下午法会让那几只龙虾螃蟹不要被杀掉。所以他们说4:20会送来呢，啊，几只都没关系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制造很大的力量啊，这个力量可以回向我们往生的祖先，可以让爸爸妈妈不生病。因为经典说人一辈子至少放18只生命，18只，你这一辈子杀掉很多动物啊，啊，杀了100头马的这种业，这种不好的恶业都可以消除掉18只，啊，18只蚂蚁也可以啊，18只小鱼也可以啊。你比较有钱，哇，18只龙虾，啊，但是你放的身体越大，牛，哦，它越痛苦了，那力量越大。啊，所以那我们做放生也不是人自私，因为你做了这个力量，你只要回向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什么叫回向？供灯力量很大，供水力量很大，但是呢我们不为自己。刚刚各位有念，再念一次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。所以这个水里面有8种功德，供养十方佛，为了什么？在你的第三句话，消除恶业，6道清凉，啊，就把6道众生，在佛教里面讲，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、畜生道、鬼道、地狱道，6道众生都在轮回，所以让6道众生得到清凉，所以恶鬼可以升天。所以经典说，一杯水供佛，滴出去，嗡阿哄，84000个鬼就升天。为什么？佛的力量。但是这个佛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信心，你愿意去做。我用这个水供佛，然后回向给众生，84000个鬼超度。再来，爱丁堡一年之内人类所吃掉的龙虾鱼啊，这叫水产离苦，这是海鲜水产超度一年之内。讲到这边你会觉得不可能吧，这样。但是各位你要相信，佛法不可思议，佛陀的力量啊，就像一个人他这辈子杀了很多人，要死之前很痛苦很痛苦，如果有人帮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就可以不用堕落地狱鬼道畜生道。佛的力量啊，但是如果他愿意去佛的世界，极的世界，他只要相信，虽然我这辈子杀了10000个人要下地狱了，但是我在快死的时候有人跟我念阿弥陀佛，跟我讲说有极乐世界，只要我愿意念佛相信，那我就可以去，那马上他就可以去极乐世界。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样很不公平啊，他做这么多的坏事他还可以去极乐世界。但是各位，问题是那个人要有缘才有可能啊，他听不到他不行啊。当然他去极乐世界不是马上自由，他去极乐世界，因为他做了很多坏事，他必须住在莲花里面，但他至少他不会去地狱恶鬼道，在莲花里面净化，净化，净化了，把这些不好的业障净化，然后才会，各位念一下，花开见佛，啊，那时候莲花打开了，他才可以看到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教育他，他就会开悟，这意思，啊，所以问题是，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看到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意思啊，特别小朋友你要叫他多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就会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因为佛比妈妈还厉害，意思说你只要念阿弥陀佛，你念观音菩萨，佛就会来啊。这叫念下来，广大灵感，闻声救苦啊，所以听到声音他就来。所以经典说沉快要沉下去了，飞机快掉下去了，这个人快被杀了，快被抢了，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，那些苦难就会消除掉啊。所以有一部经叫普门品，各位可能读过了，妙法莲华经的普门品，一艘船
快沉下去了，被大鱼吃掉了。船上有个人在最痛苦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整艘船就会得救。所以这个观念我们还是要知道，因为现在人学佛的少，是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生活蛮快乐的啊，再怎么痛有医生可以止痛，所以他就不用念。所以科技越进步，大家越有钱，物质越进步，学佛的人就少一点。那是在古时候苦一点的时候，没有饭吃，生病就没得救，生小孩就怕小孩子死，那个时候他求观音菩萨就多一点啊，因为他知道生命有痛苦。所以我想我首先要把佛教的基本道理跟各位报告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中间可以发问问题或休息一下。但是要开始之前，我先讲一个佛教的故事。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他结婚了，做生意，结果他生意也不好，身体也生病，然后呢，老婆天天跟他吵架，他觉得人生很痛苦。他有一天就跑到找佛陀了，他说：“佛陀啊，听说你叫佛陀啊，我爸爸以前也拜过你啊，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？我现在身体不好，又没赚钱，老婆天天吵架，好像要离婚了，我过得很不快乐啊。”那佛陀说：“好，我会加持你，你回去吧。”啊，因为他不是佛教徒，他也不了解佛法是什么，所以佛陀不能跟他讲太多。佛陀就说：“既然你来求我了，我就加持你，你回去吧。”结果过了三个月，那当然三个月以后，等一下讲，释迦牟尼佛为了帮助他，释迦牟尼佛了解原因，释迦牟尼佛有智慧，有慈悲，有神通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拜佛？佛有圆满的智慧，所以没有烦恼。佛有圆满平等的慈悲，不分你什么宗教，不分你是谁，他都会帮你。佛有圆满的神通愿力，是他知道啊用什么方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然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现在会很倒霉，他就跑到他前世的家里面，他前世的儿子还在啊，他前世的儿子还在，三四十岁了。然后佛陀呢就故意变成一个很好看很干净的出家人，经过他前世的家里，他儿子的地方，结果这个人看，咦，这个出家人哎这么庄严哦，他就跟他合掌。然后那个时候佛陀就问他：“你们家有水喝吗？”“哇，来来来来，我家我供养你水，还没吃饭我供养你吃饭。”佛陀要度他。结果去他家以后，他就问说：“哎呀，年轻人啊，年轻的老板啊，你家里过得好吗？”他说：“还好了，生意也不太好。”“那你爸爸还在吗？”“哎呦，爸爸三十年前死了。”“那你现在怎么帮你爸爸？”他说：“我虽然生意没有很好，但是我依然每年去抓一只羊杀了祭拜我爸爸，因为印度人就是要用血来祭拜啊。我每年就是这样孝顺，虽然我生意不是很好。”然后佛陀就跟他说：“哎呀，你错了，你爸爸也是个生命，那个羊也是个生命，你把羊杀了，羊很痛苦，这样会制造你爸爸更大的痛苦，这个方法不对。你如果真的要帮助你爸爸，你应该去帮助那些穷人啊，或是去供养那些修行人有道德的人啊，布施衣服啊，供养饭给他吃啊，你不应该去杀一只羊。”这个年轻人一听，有道理，而且这个出家人又这么庄严，他说：“好，我听你的，我不要再杀羊了，我就把买羊杀的钱去供养出家人念经啊，然后呢去帮助穷人，希望我爸爸更快乐啊。”佛陀任务完成了，他就回到精舍。结果事情经了三个月，那个吵架身体不好生意不好的企业家了：“哎呀，佛陀，我三个月前来求你，我一回去以后奇怪身体好起来了啊，现在生意也好了，我太太跟我很好了，谢谢你谢谢你。”那佛陀就借这个机会啊，就进一步给他讲佛教的因果道理。但是各位你听我讲这个道理，一个人家庭事业生意要好，不是你努力，
就可以，你要想想祖先有没有超度啊？如果你的祖先没超度，往生的祖父祖母，或是你上辈子的爸爸妈妈还在受苦，你这辈子就奇怪，就不太好。所以佛陀用这个方法，不但那一个前世的那个儿子，因为他改变了，不杀羊了，做善事，他事业也好起来，他前世的爸爸现在投胎在佛陀的金色旁边也好起来。这个就是佛教，首先各位要相信生命有轮回，你上辈子的儿子还在帮你初一十五杀鸡拜你，你每到初一十五就生病，这样。如果你的儿女懂了这个方法，甚至你现在也懂了这个方法，你现在也要开始做好事，然后回向给你的往生的爸爸妈妈、祖先或上辈子的爸爸妈妈，不但他们好，你会好。所以中国人习惯初一十五吃素，初一十五去佛堂供花、供水果、供灯，然后下午呢去放生，帮助老人院，帮助穷人。初一十五吃斋，就这个意思。初一十五那一天，明天就十五了，我希望各位明天是十五，明天不要吃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为了爸爸妈妈，为了祖先，也为了自己啊。所以经典说，一天不吃肉，生生世世你不会遭受到战争刀兵劫难的痛苦，不会出生在有战争的地方。就像现在叙利亚哦，伊斯兰国，哎呀，杀人啊，恐怖攻击啊，逃难啊，啊，这并不是说他比较倒霉，他生在那边，我们生在这边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啊，是每个人因为他的因不一样，造业不一样，业报不一样，啊，就像这个花，这边也浇水它就漂亮一点，这边不浇水它就很容易枯萎掉，它有它的原因条件的，所以我想我第一个要说的。每个人要追求快乐，各位一定要怎么做？来念一下：孝顺父母，超度祖先。啊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带小朋友念心经，我都会给他们交代：你念心经要记得，我念的时候爸爸妈妈也听到，他们妈妈健康，爸爸赚钱；我念的时候要想到阿公阿婆啊，祖父祖母。已经活着还更快乐，已经往生了也得到我念心经的功德，要这样想啊，这样来念的时候那力量就不一样啊。所以刚刚我们供一杯水，水有八德，供养十方佛啊，希望消除恶业。那个时候你最好这样加念，我们中午在吃饭的时候啊会这样念，来供养父母祖先，供养七世父母，就是说你要喝一杯水之前，你都要记得供养爸爸妈妈。像我妈妈还活着，我爸爸已经往生了，但是我还是两个都念供养父母。虽然爸爸在天上了，已经往生了，但是我还是继续供养他，继续替他做功德，那爸爸会升更高的天，然后我的福报也会更大，我的兄弟姐妹也会生意好健康啊，并不是他往生了就算了，那现世的妈妈更重要啊。虽然我人在英国，妈妈在台湾，但是我在这边供养水、供养花、供养灯，把这个行为力量回向给他，他依然得到。各位就记住哦，啊，比如说你的妈妈在北京最近生病了，那你为她吃七天的素，不要吃肉，这七天去点灯啊，去放生啊，念经啊，回向给他，他会好起来啊。是因为这个叫业力，你积的善的，什么叫业？身体、嘴巴、心态所造作的叫业。业人的命运不是掌控在神啊佛，是掌控在业力，所以叫善业有善报，恶业有恶报。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那你每天都在造业。为什么？你的思想、你讲话、你的身体行为、你对待别人、对待世界，就会产生一种业的力量啊。这个业的力量生生世世都会跟着你，所以佛教要我们念下来
忏悔恶业，广修善业。啊，他要我们忏悔恶业的障碍，叫忏悔业障，然后多积善业功德。啊，他说善业功德，你去医院照顾病人，啊，那路边有纸屑把它捡起来。像我们必须跟小朋友说，乱丢纸屑皮肤会脏哦。啊，因为你乱丢纸屑，你乱丢课本，你会笨哦，啊打啊打哦。啊，你要尊敬有智慧的人，你要，所以各位，你到英国、欧洲国家，哎，他们花草树木真的比较漂亮。我有一次在分析，奇怪，同样花、同样草、同样水，为什么看得不一样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弄得很漂亮？因为它是整个环境、整个环境的问题。这个叫共业，共同的人生在不一样的地方，北方人、南方人、西方人、东方人，不一样就不一样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啊，业力是所有生命的主宰，他下地狱，他成为天上的人。各位，你如果要享受快乐，不要在人间，升天。天总共28层天，最低的天叫四天王天，寿命多少？900万年，900万年。第二层天3600万年，你喜欢娶太太吗？一次可以娶200个、300个，而且都不会吵架，叫天人，不会嫉妒啊。所以，如果人间的人去看到天上的男人，或是人间的男人去看到天上的女人，他就不会爱，他就不会爱世间的人啊。所以佛经说，一个男人如果到天上看到那个天上的女神，他回来看他的老婆就叫老猕猴，他就说你叫老猕猴很臭，因为天上的人不用洗澡的，他一辈子不用洗澡，永远漂亮，他不会老，他没有老，他身上永远香香的。所以有一句话，天衣无缝，天上穿的衣服不用缝的，他是自然的，自然在他身上的。那你如何升天呢？那你只要这一辈子念一下受戒律，常布施，必得升天啊。什么叫戒律？刚刚讲，我孝顺父母，我尊敬师长，我不去伤害到别人的生命财产，这个叫受戒律。进一步，我经常帮助穷人，那你就可以升天啊。加上你很喜欢点灯，那你会升第三层天。第三层天是什么？你第三层天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为什么？人的身体就比太阳、月亮还亮，这样，因为点灯的功德啊。那如果你喜欢真正喜欢升天，要升在第四层天。第四层天有分作外跟内，叫兜率天。你生在那边寿命多长呢？56亿7千万年。你看寿命多长？没办法算的，56亿7千万年。如果你生在外院，很快乐，那边很快乐，但是没有佛法。如果你生在，念一下，兜率内院，你要记着，兜率内院，兜率内院现在就是我们各位看到的弥勒菩萨住在那边，弥勒菩萨就在帮助这些天人，让他们进一步发菩提心。虽然你已经修福报升天了，进一步你要发心发菩提心，追求将来解脱乃至成佛。那如果在外院就没有佛法可以听，但内院有佛法可以听，而且你做什么功德就得到什么。有些人的房子是黄金做的，有些人的房子是水晶做的啊，有些人的房子是金银珠宝做的，就看到你人间做什么。在佛教有个故事，目犍连尊者他神通，他有一天到天上，他到天上看到一个天女，哇，他房子是像钻戒一样的发光，透明的，而且这个女神她那个皮肤啊漂亮又亮，目犍连都想，哦，好在我是阿罗汉，不然我就晕了。目犍连就问这个女天神说，哇，为什么你比所有女天神外表房子都比别人漂亮？你过去是做人造了什么因呢？
结果这个女天神就很惭愧啊，因为她知道她是神通第一目犍连啊，她说：“哎呀，目犍连尊者啊，你这样讲我就惭愧了。我上辈子是国王波斯匿国王洗厕所的婢女，只是晚上我负责要去洗厕所，国王睡觉了。有一天我去洗厕所出来，国王点在佛前的灯呢、啊，快熄掉了，所以我就把他的灯重新点燃。”从今以后，我每天晚上只要经过，我就注意一下国王灯快熄，我就把它点燃。哪知道没多久，我就没有生病就死了，死了就升天了。到现在还在享受这个佛前点灯的功德。所以各位，点灯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。啊，所以家里有人生病，你要帮他点灯，但是点灯要供在佛前，佛像再小都没关系，你只要有一本经典，或是一张佛像的相片。然后你给他供在前面，啊，替往生者，如果你能够点49盏灯，他会很快的升天；替生病的人，你可以点7盏灯，但是如果他病得很严重，正要开刀了，你帮他点49盏灯，供在佛前，以点灯供佛的力量回向给他。那讲到这个。一个人要改变命运，按照佛教有三个力量，你去做就可以。来背一下：自力、佛力、法力。自力就是你自己的功德力，啊，你自己相信，而且也叫自我功德力。比如说，一个吃素的人点一盏灯，跟一个吃肉的点一盏灯，功德不一样哦。一个孝顺的人念地藏经。跟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念地藏经，功德又不一样。所以如果你持戒越多，控制的越好，你的自我功德力就大。第二个佛力，那我把这个灯供在佛前，那个叫佛力，或是你念阿弥陀佛诵地藏经，那叫佛力。第三个法力，一个人要改变，什么叫法力？供花是一种法力，供灯是一种法力，帮助穷人是个法力，去救护生命，本来他要被杀的，你救他。所以我们这次上个月在欧洲成立了欧洲救老马协会，就是那些在教堂啊公园拉马车的老了，他们就把他杀掉，然后呢我们把他救回来，救回来一只300到500欧元，那不是很贵，养他很贵，每个月要200欧元啊，要借地方人家养他，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一条生命，那这个叫法力啊。法力就是你对别人所做的，在佛前供花，或是你洒水给了他，布施食物给他。那各位，你在英国海鸥很多啊，你拿一条面包洒出去，就多少海鸥来吃啊，啊，河里面有鱼啊，你布施下去，鱼也可以吃，海鸥也可以吃啊，这个力量很大。所以三个力量可以改变命运。再背一次：自我功德力、诸佛加持力、法界反作用力。啊，比如说各位，你儿子生病，那你要制造什么力？第一个，我自己念啊，我愿意这今天吃一点素，或是我念药师经自力。福利呢？我拜药师佛，在药师佛面前点灯供水供饭都可以啊，直接又念药师经。法力呢？那我有点灯供花放生啊，这种行为付出的力量，或是你布施药给穷人，布施药给出家人，都可以叫法力。那这三力合，最后回向给你儿子啊，那这样力量很大。但是我们既然讲到回向，各位呢，不要光回向你儿子，说用你儿子的名义去点灯放生，回向给世界上所有生病的小孩，所有生病的人，那这个力量，你回向一个变一倍，回向两个变两倍，回向三个变四倍。所以念一下，回向所有众生，那变得无量无边的力量啊！那无量无边的力量，那你儿子得到的力量更大。所以这三个力量再念一次来：自力、佛力、法力。比如说你希望长得漂亮，自力呢不要生气，多微笑，这是你该做的。佛力用花来供养佛，
啊，或是念一尊佛，念一下“南无妙色身如来”，“南无地藏王菩萨”，啊，很多尊都可以。只是说，地藏菩萨有讲说，念我名字诵经，外表长得漂亮，妙色身如来，外表漂亮，这个叫佛力。法力呢，刚刚讲，你用漂亮的布，用漂亮的花供佛像，供观音菩萨，你制造这个，或是你送漂亮的衣服给别人，这个叫法力。那你的外表会改变。再来，你以后生小孩，你要生什么小孩，你可以自己制造。你天天打麻将，生出来的儿子就是赌博的儿子。啊，你怀孕的时候天天跟你老公吵架，吵吵吵，你不回来了，生出来的小孩子长得很丑，脾气很不好。啊，因为你在怀孕的时间所做的事情，就会影响你的小孩子。所以我想，我讲这个，那各位就懂了制造。你希望你将来很有智慧，那你现在自力多看佛经，佛力多念文殊菩萨，法力送人家书，帮助失学儿童，啊，所以你希望赚钱，你希望赚很多钱，自力让自己不要赌博，不要偷盗，佛力多念发财的咒语或是佛的，念一下南无多宝如来。啊，多宝如来代表发财，啊，或是一些发财的经典准提咒。法力呢，用钱去做功德，因为你希望赚钱嘛，所以你用钱去做功德。做什么功德？供佛像也好，贴金也好，刚刚讲了放生也好，帮助穷人也好。钱不是多少的问题，你尽力就好。那自己不偷盗，念多宝如来，不失钱，那你就会得到发财的因。所以一切的改变就靠自己。所以很简单，小朋友希望写字漂亮，除了认真写怎么办？送人家笔啊，送人家笔啊。你希望你的儿子脚很健康，跑很快，送人家布鞋啊。你要制造，你的眼睛不好，送人家眼药水啊，啊，送人家眼镜啊。女生你希望你穿衣服很漂亮，那你在英国可能没有地方送，如果有的话，把旧的衣服洗干净送给孤儿院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送给需要穿衣服的人。还有一种咳嗽怎么办？送人家喉糖，送人家围巾。啊，就是说你要懂得，懂得，你这个人经常头痛，那你送人家头痛药，送人家帽子，那这个就是佛教的方法啊，业力不可思议。你所创造的这个行为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佛法第一个要谈的，就是说要得到现世快乐，要得到来世快乐。背一下，布施得大富，持戒得升天啊。所以各位无论如何，你这辈子要守哪几条戒律，守一条两条都好。念一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喝酒，包括吸毒抽烟啊。有些人没办法五条通受，那至少一条两条，你要决心说我不再杀生了，那你这个功德就可以让你有升天的福报。而且佛陀又说了，你布施百千万亿美金，你造整个地球的佛塔佛经都是你出钱盖的，出钱做的，布施这么多钱供养三宝的功德，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嘞。啊，所以各位你一定要守戒律。所以为什么初一十五各位不要吃肉，初一十五那一天不要做坏事，这个持戒的功德可以让爸爸妈妈升天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各位永远注意，初一十五一定要假斋啊，吃素啊，那一天不要去做坏事，不要去钓鱼，不要去喝酒，那一天呢念念佛经，那一天呢去帮助贫穷人，就初一十五。如果你能够这么做的话，那你会发觉命运改变了，非常孝顺。所以我们初一十五也叫什么？来，孝顺日，布施日啊。这一点我们可能要跟外国人多学一学，人家一个礼拜就做一天礼拜天啊，一个礼拜就要去教堂做礼拜，所以最好能够每个礼拜都能够在你家里的佛堂
啊，做礼拜，啊，那天礼拜啊，念佛啊，诵经啊，吃素啊，做好事啊，啊，这样来创造这一世的命运，创造来世的快乐。当然最重要，让爸爸妈妈念一下现世父母福寿百年，太重要了。各位，你到英国来，可能爸爸妈妈还在家乡，老了，但是我们为了照顾子女，没办法亲自孝顺他们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那你初一十五就要为他们而努力啊。我们不能倒过来啊，照顾子女比照顾父母多一点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初一十五，虽然你现在没有在父母身边，我们出家人也一样啊，我们出家人不在我父母身边，但是我每天做什么都会想到爸爸妈妈，我父母也都知道啊，包括我爸爸已经往生了，我现在所做的他都还得到。生命有轮回的，直到他成佛了，我永远感谢他，感恩嘛。所以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有三个福田，你要去做，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。哎，念一下，感恩的福田，尊敬的福田，慈悲的福田，感恩的福田。什么叫福田？如果你一个很好的种子种在一个没有肥料的田，它长不出东西，但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种在很肥沃的田，它就可以开花结果，这个叫福田。那一个人要得到幸福快乐的结果，那有这三种福田。第一个就是感恩的福田，对谁感恩？来，对父母，对祖先，对国家，都要感恩呢。啊，虽然我们是中国人，但是各位，你每天做要回向给英国，对不对？啊，英国，各位住在英格兰啊，不凡苏格兰、英格兰，反正这些每一个国家的这些社会领导，这些我们都感谢他，感恩的福田。但是最接近的就是爸爸妈妈，所以各位无论如何，你每天念个心经、点个灯，都要想到爸爸妈妈。啊，我们吃饭的时候，你可能还没有吃素，至少那一碗饭是素的。你拿到饭的时候，虽然你人在英国，要想到供养爸爸妈妈，供养祖先，这叫感恩的福田。第二个念一下尊敬的福田。那尊敬的福田就是代表，就像学生该尊敬的对象是校长、老师吧，那我们学佛了，尊敬的对象就是佛菩萨、师父啊。这叫哪尊敬的福田？念一下佛法僧三宝。对，尊敬佛陀，所有佛，尊敬所有经典，尊敬所有的菩萨、出家人，就叫尊敬的福田。那为了尊敬，所以要供养，有供养啊，供花供果，而且特别佛菩萨的功德太大了啊。第三个概念是慈悲的福田，那希望大家去帮助可怜的众生啊，那些海鸥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你布施面包给他吃，他就不用去吃小鱼了啊。那些乌鸦，那些河里面的鱼，那些贫穷人，最容易做的是什么？各位最好学我，买一个水瓶，走到哪里喷一下，孤魂野鬼啊！你经过红木区，我们中国人懂佛教，还知道生命有轮回，他如果没有做功德，光靠信仰是不能升天的。一个人能不能升天，不是靠信仰，而是他的行为功德。那我们替他洒一点水啊，念一下恶鬼升天，刚刚都有念了啊，水拿起来替他们供养三宝，洒出去恶鬼升天，海鲜离苦，这种慈悲的福田啊，特别是救命啊。各位，你去市场买一两只虾子也好，鱼也好，活活的啊，本地产的最好，这样不破坏生态，一只也好啊。所以经典说，你盖百千个佛塔，还不如救活一命的功德。所以为什么放生的力量啊？来，世界第一有力功德，放生啊，救命的功德啊。当然这边不方便没关系，各位，在我经常在广州请他们帮我放鱼苗啊，很便宜的
我们在马来西亚救了很多大蟒蛇啊，猴子啊，甚至各种的，因为马来西亚地方很大，可以养很多物命。我们在台湾有40个护生员，救了将近超过3000多只的狗，现在还养在那边，猪、牛、羊、鸵鸟，反正救活的，都给它放在里面。它每只要活一天，吃一口草，吃一口饲料，我们就得到无量功德。就像你的爸爸妈妈70岁了，到你家来住，住到80岁往生，这10年的功德可以让你无量无事的享受。为什么？你每天喂爸爸妈妈一口饭就不得了了，只要他活着，喝你一口水就不得了了，当然有人会说，师父养牛啊，牛可以活20几年呢，搞不好你还没死，他还没死，你先死，我说你这样想就太自私了。只要他活着，哪怕我死了，我都还在享受福报呢，因为他活着。虽然我们养他有一点麻烦，这叫慈悲的福田。所以我们在背一次，人要有幸福，要种福田，广种福田，3个福田，念一下：感恩的福田、孝顺父母、超度祖先。第二，尊敬的福田，供养三宝、尊敬师长。第三，慈悲的福田，帮助众生，放生施食。那这各位就很简单，这样就可以得到现世的快乐。但是基本的条件就是不要伤害众生，叫持戒得升天。那进一步呢，布施得大富。那你就讲一句话，有些人说我很认真赚钱都没钱，你没有福报，再认真也没用。你有福报，随便踢都踢到黄金。所以一个有福报的人，他赚钱很容易的。所以各位要积福报，积福报以后，你就觉得你很幸运，很幸运。但是人要惜福啊，对不对？既然福报是积来的，不要浪费，就多修福报，这样呢，功德更圆满。好，我们休息15分钟。好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后，可以预防感染，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。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-19 疫苗接种率，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，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。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。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。防疫没有特效药，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都要戴好口罩，正确洗手，配合防疫措施。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共同守护健康家园。